阿胡精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唐僧嚟咗未啊？我已经派咗手下守住周围嘅路口噶啦。唐僧一嚟到咧，就即刻禀报俾夫人知。我哋早餐呢？呢、這个，夫人啊，呢一带啲人咧，死嘅死嘅，跌嘅跌，连山上啲野兽都好难捉到噶噃。我就去。做乜嘢？你好啲啦嘛？你个蠢猪，你人心果都识咗仲肚饿嘅，咩有用啊？我忙啊，二仙啊，落到山脚先至拜到斋噶，行啦，吓、啊？你讲啊，讲得好听啊！好嘢啊！哎呀，真系好劲啊！
夫人啊，你睇。女啊，女啊！上紧山嚟啦！好，食咗唐僧肉，益寿又延年。夫人，夫人啊，那个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，其中大闹天宫那个就是个孙悟空嘛。夫人啊，还是小心为好。你留在这里，让我出去看看。这条山路鬼死咁长，几次才走到出去啊？唔知喎，你睇下我肚啊，我肚扁啊！唉，我都觉得有啲饿啦。
悟空啊，啊，师傅，你去快啲斋翻嚟啦。师傅啊，呢度荒山野岭，一无村意，冇人家，叫我去边度化斋噃？哥哥，你一个关头十万八千里，搵啲斋饭啊，还都冇易啊。大计，过嚟。你识乜嘢啊？呢度啊，山势险峻，最怕藏咗妖精。如果我行得远啊，又妖精嚟害师傅嘅话，咁你点算？日光日白，边有妖精、啊？师傅，个个想呃你啫。我头先明明喺地嗰度睇见有泥爬瓦罐，咁唔系人哋嘅嘢嚟咩？呢个蠢猪嚟话，悟空，你点解唔去化斋啊？师傅，我去睇下。师傅啊，我睇见南山嗰度一片红，梗系有啲熟咗嘅野果，我系摘几个翻嚟。有妖怪！妖怪！边度有妖怪啊？哥哥，边度有妖怪啊？我谂系过路妖怪啦。哥哥真系冇嗰样讲嗰样，妖怪都有分过路同埋长住噶。师兄啊，大仙讲得啱噶，呢度荒山野岭啊，仲系小心啲好啊。悟空啊，师傅，既然冇事啦，咁就快啲去啦。师傅坐好师傅啊，那你记住啦，我唔翻嚟，你千祈唔好行出个圈外边。大仙放心。做马骝唔知搞乜嘢嘅，画个圈啊，叫我哋圈。二星，入嚟啊！夫人，
啊！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妖怪，妖怪啊！女施主唔使惊，我啲徒弟虽然丑怪啲，知都系好人嚟噶。长老，小女子有礼啦。哦，慢斗啊！二星，呢位师傅实系饿得好紧要噶啦，请你食一个啊！星，嚟，女施主。呢度荒山野岭，剩得我师徒几个。你系个妇道人家，唔系几方便嘅，请上路啦。长老啊，咁你系讲得唔啱啦。呢座山叫做老虎岭，山前山后都有人住噶，点会系荒山野岭呢？师父啊，大师兄明明讲呢一度荒无人烟，知呢个女人。女施主，你点解自己一个人喺山间行走呢？长老啊，我屋企就住喺北山岭下边，因为父母年老多病，冇人服侍，我丈夫就喺山上边做嘢，我而家送饭俾佢啊。既然师傅肚饿啦，咁就请食一个啦。善哉。不过如果你吃了你的饭，你丈夫怪责你，那岂不是贫僧的罪过？啊，长老啊，我丈夫好好人的，他喜欢修桥补路，年老济贫，如果他知道这些馒头是师父吃了，实在很高兴。那师父你听到啊。不过我大徒弟已经去了摘野果了。送到嘴边嘅饭都唔食，师傅都冇解。师傅啊，呢个女菩萨有斋僧心肠，你咪成全佢咯吓。师傅，你如果唔食，我老猪食先啊。八戒，呢啲饭系女菩萨送俾佢丈夫嘅午饭嚟噶，你唔能够食。食啦。食啦，嚟啊！长老啊，如果你唔想食依啲嘅，不如跟我翻屋企啦。我父母乐善好施，广斋僧人，如果知道师傅去咧，实系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啫。长老啊，不如一齐跟我翻屋企啦。咁。长老啊，如果你不去呢，我父母知道了，他们实是会责怪我待长老不够诚心的。咁好啊，师傅，我哋快行啊，快行啊。师傅，师傅，仲系等下大师兄啦。你要行啊，二师，个个咁耐都唔翻嚟啊，师傅都饿到肚都扁。二师兄，行啊，师傅，我哋快行啊。二师兄，行啊，咪啊，暂时过边，快行，快行啊，师傅，快咯。好啦，咁就去啦。我有得食噶。师傅，悟空，
妖怪！师傅，师傅，啊，阿弥陀佛。师傅，个女仔冇气啦。啊，悟空，师傅，悟空。你点解无故伤人啊？师傅啊，我打嘅系妖怪啫噃。乱讲，呢个明明系文家女子。师傅啊，妖怪经常会变化呃人，如果我嚟迟半步啊，佢实会害你噶。师傅，大仙金睛火眼，唔会有错噶。啊！我话知佢妖唔妖怪啊？呢道饭啊，啱晒我哋食啦！师傅啊，徒弟不恭，我食先噶啦！余仙，点解你咬佢石头嚟嘅？师傅，你睇。师傅啊，呢啲都系哥哥使嘅障眼法啫。佢将成篮咁好食嘅嘢，特登变成咗咩石头啊、揿佢啊嚟呃师傅，费事你怪罪佢打死好人，要连个颈都走啊！你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你点解咁样冤枉大师兄啊？佢诚心保护师傅，从来都冇讲假噶。你咁。我哋食土。悟空，师傅，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，扫地怕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沙罩灯。你点解步步行凶，屡次伤人？咁取经仲有乜用呢？你翻去吧啦。师傅。你叫我回去哪里啊？我不用你做我徒弟。师父啊，如果你一定要我走，那求你发慈悲，帮我念个松箍咒，拿下头上这个箍，亦算跟你一场啊。当初菩萨并冇教我念咩松箍咒噃。师傅你谂下，我老孙500年前喺花果山水帘洞，身为齐天大圣，头戴金冠，身穿黄袍。如果带住个咁嘅金箍翻去，咁好难见人噶嘛。咁，师傅如果唔能够帮我攞落嚟。咁你又带我去西天，行下啦。既然系咁，就原谅你呢次啦。第日就唔准再行凶伤人噶啦。得。师傅，师傅食土啊！食啦。啊！两位师弟保护师傅。
唔系啊，师傅，师傅，老马子嚟揾佢个女啊！余师兄，你唔好乱噏啊！呢度荒山野岭，边度嚟个老妇人啊？吓，嗯。请问长老，有冇见到一个送饭嘅女仔啊？冇睇见，冇睇见啦。老人家，师傅，唔好行去。老人家，师傅啊，你话俾我知，我个女点解会死喺呢度噶？都系怪我教徒无方，系我个徒弟。吓，好啊，你个和尚，你中途行凶，打死我个女，你。还个女俾我！啊！妖怪空，嘿嘿，你个逆徒！那个孙悟空果然都几犀利嘅噃。夫人，系仙堂我放嗰啲黑雾，将佢引开咋。得唔到唐僧，几大都唔放手。夫人啊！夫人啊，夫人，嗰啲和尚啊，跌得快，如果过咗呢个山头咧，就唔系夫人嘅地头噶啦。佢哋几个想过呢座山，你估哇咁严咩？唐僧是个诚心拜佛的人，对付他就不紧要。一日代嗰个孙悟空，既然如此，夫人你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来，师傅啊，
你肉眼凡胎，人妖不分，你唔使我降妖除魔，我惊你去唔到西天咋。我命在天，就算俾妖怪精，俾妖怪主，都系前生注定嘅，唔使你嚟。师傅，你翻去啦。师傅啊，你嗌我翻去，咁都得？弊在徒弟有件大事，未曾了却。咩事？师傅啊，佢想同你分行李啫，同你做咗咁多年和尚，佢点将空手翻去？你点能够咁讲噶？师傅啊，我系话徒弟仲未报答你嘅大恩啦。我对你有咩恩啊？徒弟当年大闹天宫，被压喺硬山，多得观音菩萨同我受戒。师傅你搭救咗我脱身，如果我唔保你上西天，而家我就知恩不报，被人提小我老孙。师傅，睇喺菩萨嘅份上，留低大师兄啦。喂，留低佢啦。观音菩萨，师傅，系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噶。好啦，既然系咁，就再原谅多你一次。如果再杀生，为师实将嗰个紧箍咒念佢二十次。大师念卅次都嫌少啊！潜心向佛，善哉。老赵啊，你咪咁高兴住啊！人哋系等住同我哋打官司噶。你有咩话？你谂下，个个都砸咗人哋两条人命，佢唔要去告我哋啊？蠢猪，你识未啊？嗯。师傅啊，我去睇下先。嗯。梁静，你那个老爷，你喺度念经啊？我喺度等我老婆同个女一齐去山前寺嗰度烧香还愿。我话俾你听啊，你唔好喺度整色整水呃我，我认得你。长老，长老啊，你喺山上边嚟有冇见到个老婆同个女啊？我个女去咗送饭，好耐都未翻，老婆又去咗揾佢，而家天都就嚟黑啦，都未见佢哋翻嚟。哦，系啊。你那个妖精啊，变法上嚟呃我师傅系嘛？而家仲想嚟呃人，看官！长老，老人家，两佢哋唔通死咗啊？哎呀，弊啦！看官，哎呀，可怜我一
家人就剩翻我一个人啦、啊。唉，系边个杀死佢哋噶？真系前世唔收啦！你嗌我点算好啊？龙一家，上好。老人家都系拜贫僧，管教不严，只使徒弟，误伤人命。啊！真系做到个徒弟杀死佢哋噶！我连我一家行善世代顺佛啦，谂到佢两母女就死喺佛度自首啊！收口！你唔好乱噏嘢，度呃我师傅啊！咦？诶，大师，唔好乱嚟。我唔放过你！你个妖精，你个妖精，你仲敢行凶？师傅，妖精不除，恐怕你真经都取唔到啊！乱杀好人，取经嚟有乜用啊？嗯你个妖怪，咦，我要攞你个命，咦，啊，不，那条老嘢变成了一堆骷髅骨啦！弼马，师傅，大师兄打的真是妖怪嚟噶！收拾行李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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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啊！师傅，你夜性未除，连伤三命，
佛祖都唔会宽容你的。师父，你翻去罢啦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怪错咗我啦。嗰个白骨精系个妖精嚟嘅，佢几次变化就系想害你咋。你几次赶我？我走。我走。哥哥，师父，大仙一路降妖除怪，诚心保护师父，就算有错啊，睇喺师徒嘅份上，宽恕咗佢啦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是怕我言而无信？吴正，师父，打开个包缝，拿纸笔出来。等我写浪一纸贬书，从此同悟空不再相见。师父，唔舍得，唔舍得噶。师父，去西天嘅路途咁险恶啊，大师兄唔走得噶。八戒，摸乜？师父，你真系舍得哥哥走啦。师父，快啲。好啊。师父，你冇事啊？如果我走咗，边个为你降妖除魔，保你去西天啊？通八戒沙僧就唔可以降妖啦咩？师弟啊！呢纸贬书就系凭证，从此之后你唔再系我嘅徒弟。大师哥哥啊！师父。并非师父无情绝义，只因你连伤三命，佛祖怪罪，天理难容，我实在不留得你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跟你这么久，请受弟子一拜。不要拜，我已经不是你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就这样蓦然分手，就这样一去不回头。
着点点头啊。